本想跟前女友复合的，但是妹妹。今天怎么没带那个妹妹啊？带她俩多耽误事儿，咱俩搁一堆不挺好的吗？对了，你那个包什么时候给我买呀？那个包我打算过两天给你买，完了今天来呢是找你有点别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。哎，咱俩能和好不？想你挺好啊。先给我买个包，这个换个16，我再考虑这件事儿。哎呦喂，就只要能和好，那些都不叫事。不行，不能和好。不是你搁哪冒出来的？你往我身上安定位了？那你别管，反正就是不能和好。不是你事儿这么多呢，我俩和不好跟你有啥关系？好，妹儿啊，就是为了你好才不让你和好的。李思义，你能管好不？能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自己知道，用我跟你说出来吗？我想啥了？行，来哥，你看。解释一下吧，这是谁呀？那是朋友。朋友你拉手呗。不是，咱俩都分手了，你管谁？你还想不想和好了？他不想了，他以后归我了。